欢迎来到这个教育性的 ASMR 视频。在接下来的一分钟里，我们将观察一场精细的手指再做手术。请仔细观看手术过程，医生正在连接骨骼，仔细重建手指的结构。接下来，医生将缝合血管，这是恢复血流的关键步骤。最后，是与神经和组织的微观操作，以恢复手指的全面功能和感觉。准备好体验教育内容和 ASMR 舒缓声音的完美结合吧。深入医学动画的世界，体验独特的 ASMR 视频。观看手指再做手术的全过程，从骨骼接合到精细的血管缝合以及组织恢复。这段逼真且具有冥想效果的动画